你就是那个送票人，别紧张，我们大日本皇军不会害你的。我们想让你帮我们认一个人。刘军长，刘军长，抓住，抓住！喊什么喊？天塌了吗？不是，刚才宋本太君来电话了，让您开着摩去接他。咱们要抓的那个人逮住了，真他妈鬼，藏在棺材里装死的，都混过卡子了，让宋本太君识破了。哟，你这眼睛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蹭了一下。还有别的事吗？没事，吧，回吧。是。刘化勇的心咯噔一下，他知道最坏的情况发生了。情况容不得刘化勇再去计划，他只能见机行事，做好鱼死网破的准备。就喜欢你这一点，干什么事情脑子动得快。谢谢太君，这事交给我吧，我来办。送宪兵队，等等。我不想让宪兵队看我们警察署的笑话。那就这样，我们现在就回去。去哪儿？回警署，自己的事情自己来处理。而且这个地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围观的人越多，危险性也就越大。刘化勇心里想，只要押回警署，他也会找到下手的机会。押回警署，所有卡子上的警察跟在摩托车后面，一起回警署。刘警长。怎么样？安排好了吗？安排好了，在地下室。我跟他们说了，没有你的允许，谁都不能进。我们署里现在还有多少人？差不多有20几个人吧，其他的都在外边。我现在马上把人叫到会议室，你到楼下去提人。现在就提人啊？对，马上。要不然等明天白天人都来了以后再说吧。现在咱们署里每个人都有嫌疑。今天晚上认一认，起码能让我知道，明天我还会相信谁。是。讲了一些道理，他表示一定积极配合。
把他他妈给他蒙上。对，给他走了。是。把坦克盖老大上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听说你思想转变很快，说明你很聪明。刚才地下室的刑具你都看见了吗？嗯，看见了，看见了。看见了。只要你能够很好的配合我们，让你做什么你做什么，我就不会用那刑具来收拾你。好，我一定配合，一定配合，一定按您的吩咐做。过一会儿，把你带到楼上去，让你帮我们认一个人，就是曾经带你去海拉尔的那个。但是上面是一个机要单位，上去以后，让你看哪儿你就能看哪儿，不准回头，只能看让你认的人，明白了吗？好，明白了，绝不乱看，您让我看哪儿我就看哪儿。站起来。看见了刚才松本一郎抽出了枪，只要送票员回头认出了自己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开枪打死松本一郎。长官，再仔细看，认真看，有就指出来，没有就摇头。没有。确定吗？
解散。明天早上上班的时候，警署所有的人都去大华电影院，就说署里面开大会，让他们在入口处一个一个的认。今天这也就用不着再去了吧？应该可以相信了。不行，明天这些人也要一个一个的辨认。那好吧，那我来布置。行，你去通知吧。对了，别忘了，那几个在家休息的也必须来。如果明天请假不来的，今天晚上把他们拉到署里来辨认。那要这样的话，那我现在就过去。嗯，去吧，我过去。说怪不怪？出了一件怪事儿。啥怪事儿啊？今天早上我上班看见昨天晚上咱们贴的标语还都在那儿贴着。是不是很多人看？不少，来来往往的呀，不少人全都看见了。可是出了一件怪事儿，就是你留那个署名，就那个三个字“龙大侠”，全都给撕下去了。风刮了呗，不会是被风刮了。我看了两个标语，都一样。我知道谁干的了。谁呀？你姐夫。我姐夫怎么知道咱们干的事儿啊？他昨天晚上肯定跟在咱俩后面了。那也不用把“龙大侠”仨字给撕掉啊。你怎么那么笨呢？你，我是谁呀？我不是龙大侠的妹妹吗？你姐夫怕这事最后整到我头上。姐，你要是这么一说，倒有可能是我师父干的。你姐夫这个人啊，掉个树叶都怕把自己脑袋给砸了。其实姐啊，那我姐夫也是担心你。你说这老天爷啊，他睁长眼睛，让我这么个利索的人，你说嫁给这么个胆小鬼。哎，直到那天晚上，我说：“哎，你去我娘家给我取点钱呗。”你看他那样，把他给吓的。哎，姐，你要是不提钱这个事儿啊。忘了，就徐老师告诉咱们给山上队伍筹款的事儿，那咋办呢？这日子可没几天了。没事，我呀谁也不指望，我就不信了，缺他那几个鸡子儿还做不了槽子糕了，我自己去。姐，要不要我帮你？行，你吧就把我周到那个锅炉房顶上就行了。嗯。你。怕你师父知道了，生你的气、啊。这回可不怕，这是给山上对我筹钱的事儿。就是我师父要是生气，那也是假的。松本一郎不在，这是个天赐良机。刘化勇想，正好趁这个机会下手。他现在要去地下室，想办法把两个警卫调开。Thank you.
人跑了，集合人，跑人！哎，没有人呢，没事没事，人没跑，人没跑，人没跑，人跑，人让那个松本太君带走了。什么时候带走的？啊，下午就带走了。下午？啊，他走的时候啊，说留句话，说等您回来啊，让我告诉您一声，那个人让他带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。刘化勇知道，真正的麻烦来了。他根本不知道松本一郎所说的安全的地方是哪里，他原本在今晚除掉这个危险的打算落空了，留给他的只有明天在大华电影院下手。在警察署众目睽睽之下，无论他做得如何天衣无缝，也根本无法逃脱。现在无法和组织取得联系，他只能做最坏打算，他要把许多事情托付给单仲祥。仲祥，怎么站这儿干嘛？哦，那个美华到现在没回来，我在这儿等他。眼睛怎么了？没事，傻眼。这么晚了又要解释？有一件东西你得帮我保存一下，一定要帮我保存好。这件东西比命都重要。儿子再来看女儿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亲手交给他。你怎么不交给他？记住，如果我不来找你的话，你千万别到警署找我。出什么事了？明天一大早，那个送票员要在大华电影院辨认我们警署所有的人，如果他认出我来的话，我会当场打死他。那个送票员被抓着了。是，今天下午。这样吧，要不明天早上我去干掉他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因为松本一郎已经开始警惕了，他已经把这个送票员藏到一个谁都不知道的地方。你明天就是到了大华电影院，恐怕都见不着他。松本会把他藏到哪儿呢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自从李景奎告诉他这个送票员是警署的人给送到山上去的以后，松本一郎对所有的人都已经开始警惕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前两天在街上看见李景奎了。他看见你了吗？没有。一定要小心他，他现在是松本一郎安插在红枪会里的间隙。先别进去。哟，美华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刘大哥，这么晚了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路过这个地方，看钟祥在这儿，跟你闲聊几句。一直在门口等你呢。那上去聊吧。我就不上去了，我还有别的事儿。正好你回来了，我就不陪他聊了。那我走了。舍难哥，钟祥，刘警官，我跟你说个人，你该知道吧？说谁啊？赵红曼，你姐。赵曼，她是我老婆。单仲祥怎么会忘记赵红曼是自己被鬼子杀害的姐姐？难道刘警长就是自己的姐夫？这一刻他下定了决心，他明天要去大华电影院，宁可自己死也一定要救出这个打进鬼子内部的共产党，一定要救出姐夫。
多心了吧？好，我多心了。赶紧回去吧，我有事跟你说。去郝家公馆了。请你又请不动，我还能指望谁呀？只有自己想辙了呗。你说你是抽哪门子的风啊？你是咋非要去捐款呢？我跟你说，你捐的钱都不知道揣到谁兜里去了，这是不是缺心眼啊？那是，你信不信？你等着看，你捐的钱，你要有一分钱能送到山上的，我把脑袋割下来给你。行行行，我缺心眼儿，我又没捐你的钱。我现在才明白，中国为什么那么多人受日本人欺负啊？就你这号人太多了，这都像我这样。都像你那样，就都成亡国奴了，抠样儿。这样，你看你啥时候还去捐钱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我得看看这是啥样的人，说啥话了把你蒙成这样了。行了，你也不用去捡笑话。我钱也没拿回来，你捐不上。哦，白跑一趟了。窗户我都打开了。动真章，该唱了。烦不烦啊？嬉皮笑脸。我要是没见着那个警察署的日本人，我早就进去了。你在你们家公馆见到谁了？就那个叫松本的日本人，他去那干啥呀？不知道。那骑着摩托车带着一个盖毯子的人，交给那姓李的王八蛋了。哪个姓李的呀？你那个老相好，李大夫的弟弟。这儿安全吗？百分之百安全。人我就交给你了，明天上午我来提人。记住，不要交给任何人，懂吗？嗨。好了，你先赶快进去吧，给他弄点吃的，好好的教育教育他。好。走。林定辉。太君，还有什么吩咐吗？太君放心，在我这儿啊，万无一失。钥匙你别弄丢了。谁像你啊？我都藏好了。
化勇不甘心明天早上束手被擒，他要利用这最后一个晚上找出化险为夷的办法，从松本一郎的口中套出藏人的地点。哎呦，这谁呀？哎呦，他进来了，出去了，领几个人去大华一电影院了，说是明天大会挺重要，做个安全检查。不是，摩托车为什么在外面呢？哎，坏了，打不着火了。那行吧，你歇着吧。哎，旅长。嗯，这么晚了不歇着？太君都没歇着，我能歇着吗？当然你可以歇着。是红墙会坛主，守着真人不说假话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其实啊，我是警察署的李警官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皇军特意为你安排的一个高级地方。今晚啊，你可以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睡一觉。这里里外外有三重岗哨，好几十人为你警戒着呢，所以啊，你逃也逃不了。不跑不跑，我现在啊哪也不跑，我现在心甘情愿地为皇军效劳了。这样就对了。来，坐下，随便吃。你从后面的那个锅炉房进去，沿着屋檐朝那个主楼走，左手的第二个窗户，那个窗户通往我们家的楼梯，那窗户的窗棂坏了。你到了二楼，二楼右手边的最里间就是我的屋。你说在郑怀水死的前一天还有人向你打听过车票的事儿？那天我去松江小学给教处的郑主任送票出来，有一个男人接住了我。兄弟，我给你打听一下，你这是给谁送票？松江小学教处的主任，姓郑的。哦，他去哪儿了？这个人啊，可能就是龙大侠。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？我肯定能认出来。这件事啊太重要了，明天啊，如果你能帮太君认出那个内奸，还能帮我们啊认出前面的那个人，那你啊不仅是立了大功，还是新国家的大英雄。真要是能抓住龙大侠，康德皇帝都得嘉奖你。华电影院检查完了，不安全，未付出勤。我为了保险起见，又安排了几个人在那个地方看场子。这样吧，我现在先把你送回去。现在已经半夜了，明天早上你可以多睡一会儿觉。人呢，
我就把他接过来就行了。不，还是我去接吧。我的摩托车坏了，一会儿回去，你把你的摩托车加满油，明天早晨我跟你一块去接。走，我们回。我就说吧，只要一沾着你的边儿，你非得把我吃了不可。翔不能开枪，这样会惊醒别人，他可以用枪柄砸死这个对他和刘化勇构成致命威胁的家伙。但这一刻他犹豫了，这个人虽然是个逃兵，但他毕竟还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只要把他弄走，不让他指认自己和刘化勇，就没有危险了。想到这一点，单忠祥把手枪收了起来。
你他妈要敢出声，我就一枪打死你！你是龙大侠，我认识你。就因为你认识我，你才得离开这儿，要不然我就一枪打死你。嗯，明白。穿鞋。明白。我那梳妆台镜的后面有一张200块钱的汇票，拿回来就行了。系成死扣，穿面具。快点！就醒了。
历史的门派，英雄的时代，命运置身事外，将我主宰。可是有种倔强，我不会更改，是我隐藏刻骨铭心的爱。我如此爱你，为你徘徊，说你爱我，你将前来，一生一世的爱，一刀子的快，这里有我风采。这是历史的门派，英雄的时代，命运置身事外，将我主宰。可是有种倔强，我不会更改，是我隐藏刻骨铭心的爱。我如此爱你，为你徘徊，说你爱我，你将前来，一生一世的爱，一刀子的快，这里有我。